们教大家三招螺旋律动，你是不是也跟着开始练习了呢？今天谢金山老师要教大家一个活动脊椎的方法，结合 arch and curl 这两个动作。现在我们要学习如何灵活有控制力的活动脊椎。wave 顾名思义就像海浪一样源源不绝的波动，保持动作的流畅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把脊椎拉长，把胸口轻轻提起 and 重心往前移，看回到你的肚脐，又把脊椎拉长提起，吸气提高，吐气卷回拉长。尽量想象你的脊椎像一串珍珠项链一样，可以灵活独立的活动又彼此连接。只要坐着练就可以赶走肩颈酸痛，再加上之前的三招，每周练个3到7次，2周下来你就会更有活力，感到全身舒展开来哦。